好，最后我要做一个实验，就是我现在才调这个，然后才发现哦，这边有奶油，我这边有奶油，奶油，奶油，哎，然后呢，我抹一点，我用手抹好了，我用手，旁边这里有一些渣渣，好，奶油，我把它涂在这个玻璃的这个叫什么？那个微波炉的那个上面，好。然后为什么我喜欢这个抹布？就是，然后你看到奶油的这样擦一擦就不油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擦哦，我就直接把它擦。你看我就这样擦，它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？它就整个吸起来了。然后呢，再擦一下。等一下，你看它，等它干，它就是它完全就不油了。它我没有办法那个。我用是自己用手摸的，但是如果你有在这边，你摸你就知道这完全不油了。然后它等一下干，它就是很亮，它就会亮了，嘿。然后看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嗯，干了没？看得出来吗？看得出来吗？这样看得出来吗？就亮了，它干了就亮了。还有我们的猫上来了。哦，还好，我以为他在吃奶油，不可以。哎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布的好处，就这样子。